那如果说起特色来，连江剪纸也应该是叫做北方剪纸跟南方剪纸的区别。连江剪纸是属于我们南方这个派系的，因为我们连江是处于中国的南部地方。古语说"骏马秋分塞北，杏花春雨江南"，所以说北方都以粗犷写意这样见长，而南方呢重工笔。 重纤巧秀丽，有时候甚至那个就体现叫做工艺的叫繁复精细，就是这样连江剪纸的特色。连江剪纸善于组合多种意象，将人们理想中的美好象征抽象表现出来。无论用一个或多个形象组合，都是以象寓意，以意构象来造型。同时，剪纸艺术家。 又善于用笔芯的手法创造出多种吉祥物，把约定成俗的形象组合起来，表达自己的心理。借托剪纸，人们祈求丰衣足食、人丁兴旺、健康长寿、万事如意。